好你哦。当你懂得了体谅，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当你明白了这道理，你心情将会。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淑芬，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今年36岁，李姿莹师姐过去在酒店做公关做8年，赚真多钱。因每一天都戴名表，吃好穿好，也提供妈妈所有的开销。因为师姐在小孩的时候，妈妈没陪在她身边，大汉了后，她为了要得到妈妈的注意，只要是妈妈要求的，伊拢答应。啊，不过安尼，并无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好，反倒倒来，让因的感情是愈来愈差。后来，苏姐接受到近视语，伊决定要改变喜欢的生活，来到婚姻重新开始。咱即马就到阵来看今仔日故事。知道说原来我的家庭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爸爸他就是可能跟妈妈他们算是没有结婚，然后生下我。那爸爸他算是就是常年进出监狱啦，所以我要看他的机会，可能去监狱里面看的话会机会还比较大一点。那我在外面反而很少看见他。那妈妈她后来也是另外再改嫁了，所以在我的生活中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幸福的脸，好不好？在生活上的话，可能照顾我他们也觉得很累吧，所以他们对我就是有一点嫌弃啦，所以变成对我刚开始就会动辄打骂吧，然后到后来就变成有一点算是打得很凶，所以我那时候常常身上都会有伤口。我内心其实是曾经非常渴望母爱的，尤其是那一段就是经营的那个场所的女孩子，然后帮她就是帮她看着这样子，就是看见那些女生啊，就是有时候看见她们可能会因为说从事这个性交然后得到性病，那有时候也会被人家性虐待，所以就会觉得很可怕，非常的可怕。那时候让我对男人就会觉得哇，你们真的太丑陋了。那我就会那种思想很偏差，就是说男生根本不用对他们放什么真感情，我就想啊，我以后长大以后我就不会相信什么爱情不爱情，那都是骗人的，因为他们都太恶心了，我只要获取我想要的东西就好了。对，我就会有这种想法。一些那种性病比较容易处理的，有时候他们会请我帮他们擦个药，
然后他说晚上他们都很喜欢我陪他们睡觉，因为我算是还蛮适合倾听的对象。然后就那时候我们都很喜欢一首歌，叫做《我想有个家》，是潘美辰唱的，然后唱出他们每个人的心声。然后上班晚上睡觉都会听这一首歌，然后就陪他们哭这样子。我看到哭，我自己就哭。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从他们身上是有获得力量的，因为我觉得说虽然我的环境是很恶劣，然后一直遇到很多很不如意的事，可是跟他们比起来我幸运太多了，因为最起码我没有像他们必须得这样子生活，所以反而我要很感激他们，因为他们是让我有力量。平均如果我大概三天没洗的话就会有一点多了，所以我就会很担心他们没有手套用，因为我很害羞，都没想说一直在拖心的，有没有？我想说旧的癌症撸起来，那只能给它撸起来，阿哥就以为没那么撸起来，我们把它弹掉，这样癌症用不用？我刚开始回收一台洗衫机的时候我就欢喜，可是就使用了两个月，然后它就坏掉了，所以我只好用纯手工。公关公主刚开始是先从 MTV 开始，然后 MTV 开始以后就去 KTV 当服务生，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唱歌，然后我们就是先去当服务生，然后就是送端茶、端酒、递毛巾这一类的。可是到后来就是胃口养大了嘛，就觉得哎，还有更好赚的，就觉得哎，听说公关公主不错，那家店的消费非常的多，那就几个好朋友找一找，大家一起去这样子。就是每天吃喝玩乐，就是每天把自己弄得美美的啊，很漂亮啊，然后就嘿开始一天晚上大概8点过后就开始一天晚上，就是我们的刚开始，人家的8点是早上，那我们的开始是晚上8点，然后大概经过了一天以后，我们还不得闲，我们那一天就是上班结束后，我们非得还要一定要再跑去哪里狂欢一下，不管是pop 啊，或是再去其他的 KTV 这样子，哎，因为我拢唱袂煞，你我嘛唔知为虾米。来，二，其实那时候虽然说钱赚的很多，但毕竟那种生活不是很光彩，你每天必须得面对说可能要去伪装自己呀，哈，伪装自己原本的个性。就是为了要去赚取金钱，然后你就要有所牺牲啦，说真的，就是说你要说你不喜欢说的话，然后就觉得哇自己真的是很就是很多的谎言，有没有？然后就会很不开心，可是你为了钱你必须得如此。刚才做环保那时候就是每天都是考验啊，就刚来的时候，因为这边还蛮热的啊，就7、8月份那时候，阿姨静静哈，我都是算是待在冷气房里的人啦，习惯爱吹冷气，所以我一个来到家吼，刚刚吼哦，就热，然后吼物件吼安尼吼就杂的，然后又是前所未有过的经验哈，因为以前也不可能有机会去整理这些东西呀、啊，那在整理当中啊，其实刚开始内心是会有点害怕的啦。比如说看到蟑螂哈，这些会内心很大的尖叫，但是外表还是装得很平静，这样子默默的这样子过去，有没有？然后就说啊，小强不要过了，这样子内心是有这么想，对啦。现在看到小强啊，就觉得哇，真是他是我的好伙伴，我已经习惯有他了，然后也不觉得怎样啊，所以就是一个常态这样子。哇，你会看到吗？是节气气就当然啊，就是不管是烟火酒，你都沾染了。大概也都10年以上。虽然刚开始我的手会抖，因为长时期喝酒嘛，那你要把它改掉，就是人讲的人黑酒精糖的尿不，就是它总是会在你的体内流窜，因为它已经待在你体内太久了。所以刚开始我就是在跟它抗争，那我也是已经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克服它。所以刚开始手抖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大家吃东西呀、又点心的时候，就我的手都有点不太好意思去拿东西呀、就会觉得说啊，我手在抖，让人看到在拍谁。
那真的是很久的时间啦，其实也真的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的手才正常下来。那我的手正常下来以后，就哇，好开心哦。妈，你来看这照片哈、哦，这样相片啊，就是我翕的，然后提登去厝做，然后提登去厝做这就久的，因为哈、哦、我袂晓做这，我从小哈、哦、我美术哈拢做无天分的，啊，我想特爱的是做这种物件，可是啊，在我们这里啊，我们都是老菩萨比较多，就我比较年轻，啊，所以我无做的。就会没人做，啊，就没法把我们家的环保人文呈现出来，所以我就把它拿回家，然后用了两天的时间，就这么简单的东西，我用两天的时间把它做好。然后这东西回收的东西，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纸哈，纸，这个纸板，纸板也是回收的，还有这张纸，还有这个信封，因为现在人比较没在写批啦，然后所以伊只爱装诶蛋雕，我得甲回收起来，然后甲回收起来了，我甲留诶，啊，都要摕出来做，改美化，美化这个照片这样子。在做烂嘞，那无无烂咯，那无遐多。干那家己去，都要加美。他很少来看我，其实我的童年，我妈妈一直很少会出现，对。那时候我非常的需要他，只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表达，所以我内心刚开始对他就是说，是爱他，但是我也因为他不在我身边，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所以变成说，其实我长大以后，我会想要用金钱去证明，就是说，妈，你看我可以去赚很多的钱哦，就会想要用这种的方式去得到那个母爱。可是后来又发现说这个方式是错误的，因为我害了他，也害了我自己。就是说，有时候你就变成说，爱的方式不对了。譬如说我用，啊，我譬如说妈妈需要金钱，我给她，可是无形之中也会变成养成妈妈的惰性、啊，那我也害了我自己啊。因为那时候没有学历，我是去过这种生活，然后赚这样子的钱是来得很容易，可是我自己也会堕落啊。但是另一方面又想要说，可是我希望的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家，那如果我可以亲手去建立一个家的话，那是我的人生会很完整，但是是错误的。对，我现在想想那是错误的。后来有点受不了，因为那赚来的钱都是那么的辛苦，可是妈妈好像也并不觉得说那是必须得珍惜的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越来越无力感。到后来已经会就是说，难道这女儿在你心目中她纯粹就是只有那个提供金钱的这样子的功能而已吗？难道一点爱都没有吗？没有那一种就妈妈去疼惜女儿，然后希望女儿有一个好将来的这种祝福，难道一丁点都没有吗？然后开始内心就会觉得，天哪，怎么会？对啊，就自己的妈妈怎么好像也没有爱我，那还有谁可以爱我们？就内心很挫折，所以后来我就曾经跟她说过一句，我到现在是觉得还蛮后悔的话，就是我说，人家说虎毒不食子，或这个用在你身上，那倒不然这样子。啊，我现在是就很后悔。这几行，我该找你的。对啊，阿黄在韩国做过吗？你在闽用爱假打。对面的呀，爱不爱吃，不爱吃，不爱吃物件。妈妈来找我的时候才有机会，可是大部分妈妈来的时候都是她煮给我吃比较多。我嘛是二线的哈，你到哪？对面，还好呢，对。啊，我拢安插在布呢，对。真欢喜呀！一开始的时候感觉意想不到吧，想讲这。讲啊，这么错吼，烂哈拉少，我是讲，哪有可能安尼吼，有法度安尼嘿，就是安尼想啊，是讲好无简单安尼嘿。这个提起阿姊啊，有影响到我。我想讲，伊都有法度做到吼，啊，我嘛是爱改变一下，哎，对，安尼想。
到很恶劣的时候，可是我一直都很容易满足，就是只要一点点小小的好，我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很幸福了，就会知道要去珍惜它。所以后来直到